不知道各位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梁大哥他在电子邮件给你们的介绍？有，此起彼落了啊。那我稍微再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唱这样子。因为这个声音是有力量的，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我们的意识是有力量的。当我们运用某一些特殊的方法来凝聚我们的思想意识的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达成我们的心愿。举例来说，当过兵的男生就知道，当一个部队他们在行军要经过桥梁的时候，班长会说“闪步走”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当一群人他们踏着一致的步伐经过那个桥梁，那一种一致的共振的力量，它会影响到那个桥梁的结构，所以我们的意识也是有同样的力量。当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，我们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的时候，那个力量它不会出现。可是当一群人他们唱着同样的旋律，或者是在心里想的是同样的歌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凝聚出意识的力量，然后就可以净化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思想。尤其是当我们在唱一些梵文的歌曲的时候，梵文是超过5000年古老的历史的一个语言，所以它拥有净化我们意识的力量。那大概简短介绍到这里，那我接下来就讲一下说我们怎么唱。通常呢，会有一个人先唱一句，那接下来其他的人会跟唱下一句。那伴唱的旋律和歌词通常都非常的简单，它会一直不断的重复。那不懂的人，你们可以闭着眼睛，然后跟着旋律，你们想要拍手也可以拍手，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旋律和这个声音上面就好了。那结束的时候，通常一首歌跟一首歌之间会有一些间隔，在那个间隔的时候，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内在，去感受一下这个歌曲结束之后它的震波所给你带来的影响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好吗？Shalom, Gani Shalom, Gani Shalom, Gani Shalom.
将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体上。